主料，猪肚一只，土鸡半只，辅料，大参、白胡椒、花山、红枣、姜、盐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将猪肚翻过来反复用盐和生粉搓揉，清洗干净它的粘液，土鸡切块，准备好配料，猪肚和配料下锅，加水烧开，温火炖一个小时，其中胡椒要用刀压力才能出味道。将猪肚捞起切片，将猪肚捞起切片，切片的猪肚余鸡一起入锅，烧开后温火再炖20分钟，加盐调味就好了。烹饪技巧，鸡料后放，炖太烂了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